那个天泽最近那个那边的这个海洋业，这两年都不太好。他真的有在，你懂吗？他真的有在，就是回到旁边，好好玩。说他连壳一直，我想你啊，加他微信。玩手机的要发手机的，回个工作消息。你就跟他那个名字是什么？你发给我了吗？我知道，这个价格呢，可能是跟周静。今夜还吹着风，谁在唱？请你好温柔，好好听啊！我想成为最魅惑的艺人。谁说的？怎么会是我呢？是你。是他魅惑的艺人，艺人不会是我，都是魅惑，不会是你，我不是我，我觉得不是我，就是他，他的表情就是他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因为你刚才的表情是，对，就是，没有，就其实是我之前很喜欢那些偶像，就是一些那种很，就是很有那种张力，然后我其实自己想象过，想让自己就是可以有那种魅力，结果我跟你说，我做了两次尝试，第一次是。我想让自己看上去就是比较魅惑一点，比较不那么呆，我就给自己戴了一个很浅色的美瞳，结果呢，那个镜头拍出来我像个蜥蜴。我真的像只蜥蜴，那个眼睛就这样子，然后里面两个绿眼睛，然后结果后来换了个颜色，别人又说我像哈士奇。就是比如说别人做那种很狠的眼神，是那种很魅惑的，我做起来就像个呆子，我就有点就像个傻子一样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。